好，下面我介绍一下Kubernetes 这个项目，我主要介绍一下 Kubernetes 的一个独立架构，还有在各行各业的一些这个案例这个是 Kubernetes 一个独立架构，然后编导Pinot 就是未来其实Pinot 里面也有讲到我们 Kubernetes 的一个实践案例这个是我大致的回顾一下 Kubernetes 的独立架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Kubernetes 的独立架构主架构图上面可以看到我们 Kubernetes 分为九个一个编程三个布局，然后在云上呢，我们是完全兼容 Kubernetes 的一个我们 Kubernetes Master。然后呢，在边缘上呢，其实我们也是保留了 Kubernetes 的一个，然后呢，我们 Kubernetes 在云边这个中枢的部分上面做了一些针对边缘这个计算的一些增强还有一些观测，我们也得到了很好的能力这个就是Kubernetes 的一个整体的架构。下面我再介绍一个。里面构建关于一个边缘 AI 的能力叫 Sedan。Sedan 呢，它是做这个云边协同的 AI。它包含一些主要能力，包括训练和推理的部分。推理呢，像叫联合推理，就是我们边缘推理跟云上的推理来协同做一个给用户做一个推理。后面我也会介绍一个这部分的案例。还有一些我们关于这个边缘。方面的这个训练方面，像这个增量学习、联邦学习还有终身学习都是专门针对这个边缘场景做的这个云边协同的 AI 能力这个是简单介绍一个边缘 AI 的一个能力下面就是看一下 Kubernetes 这个项目的一些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落地实践情况今天早上呢，我们介绍了一个在未来汽车这个场景的一个实践。其实呢，我们 Kubernetes 这个项目呢在很多行业都有实践。这里也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从右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像现在在这个智慧交通，交通呢，我们除了车，还有路网协同的一些实践还有像一些智慧能源一些智慧像 CDN 一些车还有卫星、园区像这个金融物流，还有这个化工就是还有一些电力还有一些边缘 AI 的等等的一些场景我们也是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的实践下面呢，我可以详细介绍几个就是我们社区实践的案例第一个就是我们Kubernetes 呢用在这个叫智慧零售大家看到下面是那个我们智慧零售的这个门店对这个案例呢也是由我们社区的那个伙伴那个 Docklord 他们做的一个案例吧主要就是把这个智慧门店然后用 Kubernetes 管起来对的大概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从云上到边缘可以管理这个像智慧门店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部署更新还有一些分发一些就是一些规则还有命令达到整个对这个智慧门店的一个监控还有一个管理对那我们明天呢有一个 Kubernetes 专门的议题里面会讲到详细介绍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明天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智慧交通里面的另一个实践就是那个叫取消省建的管理取消省建呢就是我们那个高速公路有很多收费站它收费站里面有很多这个应用收费应用然后呢它呢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来提高它的效率然后呢这个里面就使用了 Kubernetes 然后我们从云上通过 Kubernetes 把那个收费站的那个节点都纳管起来这样的话我们通过 Kubernetes 的云端它可以统一管理全国所有那个门架里面的应用对然后我们这个规模呢大概50万家的边缘节点然后还有50万家的这个边缘的应用达到一个高效的管理再下面一个这个是我们德国的用户做的一个实践就是智慧路口的这么一个实践大家可以从右边这个图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是一个一个十字路口吧然后它呢就是做一个路网协同然后我们十字路口呢像有这个摄像头红绿灯行人然后呢它呢就是在这个边缘节点上然后把这个摄像头的数据采上去然后做一个计算然后呢计算完的结果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路网设备传递给这个车人最后达到一个这个就是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安全对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也是一个路网协同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再下面一个呢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是一个卫星这个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社区的用户还在做这个实践就是通过 Kubernetes
管理那个卫星，它具体怎么做，就是说我们在地面有一个控制中心，是我们 Kubernetes 的那个控制面，在天上的卫星呢部署了我们那个边缘节点，这样的话就我可以在地面统一管理我天上的那个就是那个 网链里面的那个卫星上面的应用，对，统一的管理，达到的一个那个天上卫星的统一管理。然后这里面呢还用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IDA 就是边缘 AI 的能力做协同推理就是在天上呢布了我们的一个就是 SIDA 的边缘部分在地面呢会布 SIDA 的那个控制面部分，对，这样的话就是它会检测地面做一些这个气象还有各种的这个就是检测和遥感的这个能力这个是这个卫星的能力下面一个呢是我们另外一个社区的用户天翼云他们做的一个 CDN 的管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那个像 CDN 呢它天然的我这个节点呢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是那个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他们通过 Kubernetes 然后把这些分散的 CDN 节点统一纳管到他们的这个 PaaS platform 然后上面做这个边缘节点的统一管理对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一个控制中心可以管理全国的 CDN 节点并且来管理里面的应用做这个应用的升级管理也是整体提高了他们的这个管理的效率这是 CDN 的场景那下面就是我介绍的 Kubernetes 的一些实践案例然后大家如果有一些详细想了解然后我们明天也有他们的议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Kubernetes 相关的议题谢谢大家